今天晚上龙虾尾的制作教程来了啊，大家伙可以看一下。龙虾尾倒入盆中，凉水或者温水把它冲洗两遍，不要用太大力气啊，里边的黄容易流失。准备葱姜蒜红辣椒青辣椒，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红辣椒放入锅中，龙虾尾放入锅中，这个是两包的量，生抽一匙，蚝油放上一匙，料酒一匙，香醋半匙，加入适量的十三香，口味重的可以多放点，糖放入半匙，扒拉扒拉，中火啊，收汁五分钟，加入少量的鸡精调味，放入青辣椒点缀，稍微留一点汤汁啊，才好吃一些。这么简单的龙虾尾教程，它就出锅了。直接可以脱壳，这么简单，你学会了吗？